李丽珍梁母女一起出席活动，浸会早前地狱式咁减肥，今次见佢真系状态大勇敢。我开始减肥嘅时候已经下定决心，因为我仲有气有力，我仲要做好多我嘅作品，所以我会 keep fit 自己。如果我真系即系成日都咁肥，就局限咗我嘅角色咯。唔经唔觉，女女都已经27岁啦。遗传妈咪优良基因嘅佢，原来都已经名花有主。有男朋友嘅，有冇见过佢咧？有嘅，都有嘅。对女男有咩评价 ？OK 啊，还好啦。一半一半，可以下次再讲啦。系啦，呢啲私人肯定。